直播把9月22日讯，意甲第五轮弗洛西诺内将迎战尤文。赛前弗洛西诺内中场哈尔弗雷德森谈到了对手 C 罗以及意甲的情况，他认为意甲风格偏防守，即使 C 罗和梅西这样的球员在意甲要打进50球也是很困难的。自从他 C 罗来到意大利后，他就对意甲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了他意甲更有价值。我认为多年以来意甲都被低估了。哈尔弗雷德森告诉 GO 在意大利要进球更难，即使是梅西或 C 罗在意大利，他们要像在西甲那样打进50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意甲风格更偏防守。我认为现在会有更多人看意甲，看这个联赛有多强大。我认为他 C 罗的到来对意甲是件积极的事情，我认为尤文的门票都会售罄，比赛会有很多人看，球场外也会有很多人。这样一名大球星来到对一座城市带来了很多东西，他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会给球迷带来很多东西，我们很期待。哈尔弗雷德森认为葡萄牙球星的到来给意甲和尤文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2016年的欧洲杯上，作为冰岛球员的哈尔弗雷德森曾与 C 罗交过手，在法国欧洲杯的首场比赛我曾面对过他，所以与尤文的比赛也会像那样，要防住他没有战术。我们只希望那天他状态不好，但是他很少有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哈尔弗雷德森认为要防住 C 罗没有其他的好方法，球队只能全力以赴。